看国团团队很热情，很喜欢的代表。初步掌握一些关键性证据。我最喜欢 Halo， 其他人呢？我也是 Halo， 都是吗？哦，都一样，是不是？好，杜吧，杜吗？杜，你也是。对。抓没有看，没有看，没有看什么猎神啊，是主角，他的那个死亡笔记本就很威，想杀谁就杀谁。看过，你没有看过死亡笔记？可以，谢谢。那在赛前有没有做什么准备？那花多久时间？有，花一个礼拜都在研讨这样，是吧？研讨，都在开一个小组会议，有开小组会的。好，查了校园里面所有地点的，就是把放到那个编码机里面。哦，真的假的？然后看看号码。那这样花多少时间准备？3天左右。3天，哇，那蛮久的。那你我们前一学期就已经去修了那个密码学。哦，乱码是？它其实是，它不是多对一，不是一对一。哦。像很多那种函数库，它就是把它转换成那个密码之后，如果 match， 那它就传回来，一样的话，那你就可以解锁。所以你们有研究就是台大地图？你们要去哪？共同日。对对对。那里有什么吗？我猜有笔记本。好，那你们要走过去。对，可我不知道共同在哪。啊、走过去哦，你们不知道共同在哪。花一个礼拜都在研讨这样，研讨都在开一个小组会议，有开小组会的。对，那你们知道文学院在哪吗？是这个吧？我不知道啊，你们要自己查呗。我哪知道文学院在哪？花一个礼拜都在研讨这样，是吧？研讨都在开一个小组会议，有开小组会的。好，你们现在有获得什么？我们有找到哦，有找到一本了，是笔记本没有找到啊？先找到，要找到笔记本。笔记本3本是他有找到的，没有，3是别人先拿到的。我绕了那个很久，然后对，想说有一段太长，所以我不想打进那个哦解码器找苹果，所以我就直接拍照片，就中了。对，还蛮蠢的。所以你应该赚了很多圈。对，蛮多圈的。所以你现在要去哪？你们有什么策略吗？是用线索，然后指挥人在哪里，大概把重要道具拿到。那目前我们不记得，已经找了两个东西，我们找两个东西。现在找二号馆，我们要去二号馆附近。我们先找那个先报出。我们找到笔记本2的解锁，然后现在去要有那个它的物品，那个物品吧，物品找不到，所以我们去二号馆。然后他现在去找正确，说不定可以直接找到正确。所以你要去哪？我们家在二号馆有一点，但是我要先知道他的方位跟断点。Thank you.
的做法是把各个有可能是事业的四组号码排列组合起来，然后我们这一组其实有凑到是正确的，但是并没有出叶城，所以我们估计叶城应该是在跟我们没有结盟的里面，也就是26、27、28、29那四个人里面，因为他们有两个是事业，所以我们没有打算结盟，所以我们在叶城应该是在活下来的27、28里面，我们这一组决定要先报28，所以如果你是好人，然后你没有投降的话，希望你们可以跟我们一起跳28。小小的夜场，然后结果会导入那个27。我是七号，他是刚刚被结果的歪的。那我自己目前是投降夜场，所以我觉得目前我想要呼吁，目前已经投降的一定投降夜神殿的人，我应该团结起来，他去争取最大利益。因为如果得亚军的话，我还是可以拿到更多礼金，不错的。因为这是尼诺跟那个什么他们发起的，所以。他们应该尽量把自己的发言往后走，然后把可能比较不熟的都往前摆，让他们先发言，然后后面他们去围绕。就是全票出最后一个，那如果最后一个他表态他是投降的，那我们就投倒数第二个。那如果倒数第二个也表示他是投降的，那我们投倒数第三个发言的。我也是结盟时的启蒙者，那我是从头围绕到尾。那我可以告诉大家，我们结盟时的从最前面的人到最后面发言的人都是我们的人，所以大家可以印证看看，是不是我们都打算投28号。然后因为我本身是 L 的始终粉丝啊，所以我不肯投给叶神月，我因为那 L 我也是结盟过场的。那我之前跟小吴过场嘛，然后他说什么？他说台上后面的都会是那些神啊，还是什么粉丝，有几位的。那他最第一个卖的第一号，就是那个30号，他完全没有去讲他。那他带着我们的嘛，他是平民嘛，但是他是平台长，他是那个人嘛。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叶神，还就是没有投产业神的名，就求帮我们投一。那好，刚说我念那个电子系，那我们实验室在做那个 OLED 的那个电缆。如果你手机是旁边有人拿叉 R 的话，你是拿叉 S 的话，拿出来然后一打开看，哇，颜色那么漂亮，这就是 OLED 的好处。那大家都知道 OLED 那个逐渐在衰弱，那现在新世代比较有机会成功的话是 Micro LED。 那 Micro LED 最近我们实验室也准备在投入，那我们老师是他电子所跟光电所都有收人，所以如果你们对这个研究领域有兴趣的话，希望大家可以考虑来用实验室。那硕士班是保证两年不会留人，那研究所的话老师也蛮鼓励念博班的，那薪水奖学金方面都蛮优渥的，那有希望大家考虑，谢谢大家。请圈选候选，没有的圈选，就写一个号码，对，写完就折起来放旁边就可以，对对对，大家都知道的。28号银票，哦，哇，这怎么那么激烈？43号又一票。28号这一票，还有3张，那个头三的要背锅了。43号这一票，15怎么又15？哇，那个太刺激了。好，最后一张，各位来看清楚。28号，哇，投票哎。反正就是那个。这两个要43跟28要再上来发言2分钟，但是28号很有可能真的是那个叶子，他刚刚只是很怕自己被冲出去，所以他跟大家讲说，他跟大家讲说他是投降给叶子，就投降给自己的人。然后，但他如果他真的是投降给自己的人，他不想要被冲出去的话，他应该要讲的，就是你们叶子这一轮要投给谁，但他也没讲。恭喜。叶神的好伙伴投降者，感觉这场应该会赢到胜利。剩下刚刚有两位没有投到我们这边来的那两位，我现在跟你们讲，如果我们获胜的话，我们奖金就分你们，好不好？
对，那个分奖金这些都是可以说谎的，我们之前都是的，所以他如果被骗的话，就是打官司不会赢的，就是。要信自己，有，快点看。我能走到这一步，厉害了，就相信我，钱不会少掉你们。现在我们就差这两票，拜托你们。43号一票，哇，28号一票，还有两张，43号一票，哇，43号一票，好，那我们恭喜43号进入死人区，然后所以夜神要宣布要那个选举。那个原来夜神就是你，我现在就把分钱的规则我想象一下，刚刚有投给我们的那几个人，再加上我们有两位是夜神九个人，再加上Dominion三个人，所以总共有12个人，然后我们就把冠军跟奖金的奖金然后除以12，然后就一人拿到这些钱。哦，这么大方，好，谢谢各位。那我们Dominion在谁那边啊？但不知道你这边。那如果董明天来给我，然后我们这一局最后赢的话，董明天我们的奖券分给董明天的那个人10000。你们大家也都是看过死亡笔记本才来的吧？大家看到夜神月之后的状况是多凄惨啊！那有最后虽然自己牺牲，但他在你世界走向和平的阶段啊。那你为什么夜神月也没？他是邪恶的代表哎！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啊，就是我不在乎这一点钱，3点我还在。然后在南投，我先搭计程车到台中转运站，你知道花多少钱？花了2000多，没有在乎这一点钱嘛，才不在乎嘞。我的话，因为我一开始最早投降嘛，那我觉得能当上夜神的话，他的情报还有他的脑力应该不错，所以我相信他会获得最后的胜利。我觉得如果一个团队的话，需要彼此互相信任。还有妹妹怎么办呢？要极力的收集笔记本，然后变成试验。让试验去杀人，最后我们觉得这个游戏真正要得到冠军的话，这样子走是会是不是一个最有效的，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知道了试验是谁，然后我们去举发这两个试验，所以我们举发了自己人之后，让自己变成夜神，然后我们也找出另外一个试验，所以这个游戏就是找到笔记本，真的是一个对整个游戏的进行是非常有帮助的，但是没有想到最后是。所以下一次应该会被狙击，就很像上一次的总冠军。对啊，因为这个游戏难度非常高。这个游戏它的规则是一点，然后它运用更多的人性，所以如何在当中你可以运用到规则跟人性，我觉得才是制胜的关键。对，好，非常恭喜你。